很孝顺呐、啊，那个孝顺。丢掉丢啊！哇，怎么这么巧，大家都在啊？阿朱，好久不见哎！哎哎哎，婉婷啊，你怎么会？我怎么会来，对不对？爸，我今天当然要来啊！我要来看我这么久都没有碰到面的大学同学。另外呢，我还要来看一下我哥哥相亲。不是啊，我是问你说你怎么会穿成这个样子到这边来的？对啊，你今天很不一样啊。我今天心情好嘛，所以想要特别换个造型啊。史瑞克，你在相亲啊？麻烦你专心点看阿朱，看啊。史妈妈，我今天穿这样是不是特别不好看啊？要不然为什么你们每一个人都盯着我看啊？哦，没没没，好看，好看。真的很好看哦！你平常几都穿那个套装哦，一点那个女人的味都没有了。现在不只有你的味，还有点骚嘞。哎呦，你讲这个男人看人都喜欢啊！我一个朋友啊，他我那个朋友的姐姐的儿子还没有结婚，我卡点会赶快交他。石妈妈，我不急了，我现在真的不急的交男朋友，而且，哎。你怎么还一直看着我？就叫你专心嘛！你又相亲了，看阿朱。石妈妈，我真的不急的交男朋友啦。再说，依我的条件，如果我想要交男朋友，还怕交不到啊？哦，对对对。哎，史瑞克啊，我都跟你讲几百遍了，不要一直看着我。你现在在相亲，你要看阿朱。看阿朱，快点看啊！哦，阿朱，这史瑞克人就这么的木讷，这么的沉默。要不然这样好了，你问他问题好了。哦，好啊。那瑞克，你觉得我们两个以结婚为前提来交往，好不好？